觉得之前可能会一直想说会不会年纪啊，要不赶快，所以这就是一直没有结婚生子这件事，我就会觉得好像可以顺其自然。可以先有小孩，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比较传统哎，我觉得还是要按部就班，可能什么时候完成？对啊，我跟你说，我这个问题可以去寡妇哎，寡妇问神明可能比较快。跟男友一起跨年，我跟家人一起跨年，不算家人。你说呢？我的那个配偶栏还是空白的哦，我很诚实，到现在是空白的，我没有在年底完婚哦。有效的方式去帮他们说，他是的确会有显著的改善。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它不是金钱可以换来的。喜欢小朋友，会期待自己未来有自己的小朋友。现在要期待。我其实就是一直没有说要或不要，就是我很随意。我觉得之前可能会一直想说会不会年纪啊，要不赶快，所以这就是一直没有结婚生子这件事，我就会觉得好像可以顺其自然。可以先有小孩。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比较传统哎，我觉得还是要按部就班，可能什么时候完成？对啊，我跟你说，我这个问题可以去寡妇哎，寡妇问神明可能比较快。可以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过去对于好朋友相关是比较稍微不会这么正面的去回答。没有，我也回答过啊，之前也有曾经。现在好像比较大方一点。不是啊，那个就拍成那样，我也要说什么？那就是看事情的发展啊，那如果对不对？你看他事情发展的。也不是很好，我们就还是在努力认识当中这样。跟男友一起跨年吗？我跟家人一起跨年，不算家人。你说呢？我的那个配偶栏还是空白的哦，我很诚实，到现在是空白的，我没有在年底完婚哦。那问一下今年的愿望是什么？今年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上面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野心的部分吧。然后因为去年其实也有去创投。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帮公司的小朋友有一些案子，在不管是他们想要主创电影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我觉得有点重担，还是会觉得说要帮助大家一起成长这样子。现在有七个嘛，对不对？两位半比较成熟的艺人，然后四位半很新的，因为其实我们年轻人很多啊，包括他们的心理状态或者他们拍戏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还是会希望比较了解他们，给到一些我自己给过就是碰过的经验这样子。会跟他们深聊这样？会深聊啊。他们会感情疑惑吗？感情疑惑吗？他们来我就会说赶紧去谈恋爱，就是蔡导已经教我的，他就说我之前问过说怎么样可以拍戏就是会进步，他就说赶快去谈恋爱，所以现在小朋友的话我们就说赶快去谈恋爱。所以你也是这样吗？我的部分姐姐经验那个拍戏经验也稍微比较成熟了嘛，就是元旦，对啊，你就说要跟爱的人一起过第一天，然后就上热搜了，因为大家都滑照片，发现是妈妈，对，是妈妈啊，对啊，就是不是关心就马上，因为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平常都没有陪妈妈，所以她其实她的包括她的新年愿望就是她希望今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陪她。我说妈，你这样的意思就是叫我半退休？我说我不要，我现在还可以拍，但是她就是她很喜欢任何节日我们就要在一起，因为她平常拍戏的时候看不见，所以我跨年的时候也很乖，我圣诞节的时候也很乖。就是都带着妈妈出去玩，我想她今年的愿望应该快已经达成了一半，什么节日都跟她过一起。我觉得越大就会觉得要花越多时间陪家人，然后也是现在的年纪就会听到家人周边朋友讲说，现在家人出了什么状况啊，然后或生病或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好像的确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可以的话就多一点时间陪家人。